看跨栏型男陈杰陶比赛不陌生，这回他献出视障陪跑出体验，担任28日登场的台北扎达公益马拉松视障陪跑员，6日与艺人 Selena 和34位陪跑员一同体验黑暗路跑。陈杰一刻也不敢放松，有需要还可以开嗓唱歌鼓励队友。是大运400公尺跨栏银牌，陈杰也是国内男子400公尺纪录跑持人。陈杰今年担任视障陪跑员，猛眼体验黑暗路跑，与惊呼连连的艺人 Selena 相比，看来一派轻松，但他自曝黑暗里看不见，其实是装镇定。与陈杰熟悉的千六接力相同，视障陪跑着重与队友的默契，届时如何帮助队友完成梦想，陈杰笑说多用言语鼓励，或是可以边唱歌，不过歌不能太快。视障陪跑不仅要顾好自己，还背负着照顾身边同伴的责任。对国际赛经验丰富的陈杰也是新挑战，当陪跑员的压力比自己比赛还要大，陪跑员需要帮助视障跑者，跑比赛只要负责自己就好。中时电子报。